请坐下。现在请上人宣布啊，《圆觉经》课本，如果要长期上课，或者是自行研读的，可以请回去。但是如果有写字写过字的，拜托不要再交回讲堂。昨天有很多人在讲义上写笔记，又将写过字的笔记退还讲堂。就是有这种人。这份讲义讲堂已经无法转送给别人，所以如果你不要留下讲义或课本，请不要在讲义和课本上留下任何的字迹啊，这样会增加常住的困扰。你写过的字人家不要，到最后我们流通不出去，就变成要回收，这个很不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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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接着昨天继续下来六祖的一段开示，因为我们讲圆顿大教，这个圆顿大教啊，就一定要讲到顿悟。你们那边呢没有，我只有我这边有资料。今天你们呀，要手到，要眼到，要心到，要做笔记的意思。师事众言，我现在把原文念一遍，再把它贯穿一下。师事众言，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见，人性自有立顿，迷人见修，误人顿气，自是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见之假名，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则于相而离相，无念则于念而无念，无住则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以亲，言语风刺触刺，欺真之时，并将为空，不失仇害。昨天已经消文释义过，我现在啊就把它贯穿。昨天呢最后一句话说，认识了自己的真如自性，顿悟了自己的真如自性，那么一辈子是过着幸福的日子，外相再也不会干扰你，这是无尽的智慧，无尽的财富。好，我把它贯穿一下。六祖对大众开示着说，所以六祖是个了不起的圣人，他对大家都称为善知识啊，善知识，说各位善知识呀，本来如来的正教并没有所谓的顿教和见教的差别之分，没有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根性有立根，
也有顿根的差别。对于愚痴迷惑的人，才说见次修行。什么叫做愚迷？诸位，愚痴跟迷惑是什么意思？就是内心深处的无明，时时刻刻啊起贪嗔痴，自己设下陷阱，自己跳进自己设下的陷阱。用一句直截了当的说，什么叫做众生啊？就是自己玩死自己叫做众生。你要开悟见性，众生玩不过你的，就自己玩死自己啊，玩弄万想，玩弄无明，玩弄陷阱，百般计较，到最后黎明中是输得最惨的那一个。愚迷的人，愚痴和迷惑颠倒的人，才说见次修行。如果是上上根的人，他能顿悟顿觉。所以上上根的人立刻就顿悟，就叫做默契，默契于真如。如果自己能够认识自己的真如本性，这就你挖到了生命当中无量的智慧财富，你不再铸造于世间的财色名食睡。这是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告诉你，人人本来就具足有宝藏，就是这个真如自性。自己能啊悟证到真心本如，自己能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没有所谓的顿见的差别了。有顿见是立阶位，方便说根器立顿，但是这个立根的人有救，顿根的人有救，慢慢教都有救。有一种人叫做没有救，叫做烂根的人。他一说我的软根那软的未当雕刻，排茶不可雕，朽木不可雕，那个就圣人现前也没有办法。我大学学佛，我要邀请隔壁的说，哎，我们去听经，哎，听李炳南老居士讲经，或者是大学有时候教授会来开示，然后他就说你们去做佛祖就好，我是准备要去轮回的啊。然后我再邀请他第二次，他就说我已经告诉你我要轮回了，你还要叫我怎么做啊？你去做佛。没有办法，这种就是生生世世累积数世善根。师父在一听到佛法的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就非常的震撼，所以那种根啊叫做烂根的人，那就佛也没有办法。因此根器不同，才方便立一个顿教跟见教的假名。善知识，我禅宗顿悟这个法门啊，从历代的祖师一直传到今天，首先先建立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这里还有回光返照的重点一句话，就是你只要铸造一点点的相，用数学的语气叫做你只要铸造 0.000001 都不能成佛。在大宝积经里面讲，要完全放舍能见真如之体，染如即不得，无住为本。所以铸造相乃至于 0.000001 都见不到自己的真如之体，所以叫做无相为体啊。而且这个无相是彻底的，无住为本的。你不是说要修行吗？好，那修行就是这个无住为本。所谓无相，就是处一切相当下的心就离一切相。所谓无念，就是在念念当中切无杂念，就是放下杂念，放下妄想执着之心。修行说难很难，但是说简单也很简单，他已经告诉你答案的，就是不肯放下，重复的一直找安慰，安慰就是能所。所谓无助，就是人的本来自性，对于世间善的、恶的、好的、丑的，乃至冤仇，乃至恩亲，有恩和亲，言语的触犯，别人对我们特别的不礼貌，乃至于讽刺彼此，讽刺彼此就是讲话酸溜溜的，这种欺凌，种种世间的纷争，在这个时候，大修行人，如果你想顿悟，一并视为虚空如幻之相，绝对不会动到那个想要报复报仇的心。这是六祖交代我们的。禅宗这一门是顿悟内自证的境界，内自证的境界。佛法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不了解生命，生命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惩罚。茫然不知所向，所以我们开宗明义，大年初一就告诉大家，今生今世得闻如来的正法，就像太平洋深海去捞到针一样的难能可贵。大悟见性，就像茫茫的大海去捞到一颗摩尼宝珠，这么的尊贵。所以这是内自证的一种境界。大悟见性，必须从自己的真如本心的限量，限量境界哦，限量是对比量和非量来说叫做限量境界。简单讲，正量的解脱境界就是真如本心的限量境界的流露。诸位，如果这个是开悟的圣人，所有的语言都有生命。但是这个如果没有正量的解脱限量的境界，所有的语言都是无名，被一些名相解答一些义理，这完全不
不是禅宗所说的自内证正量境界的解脱境界，是从真如本心限量的境界流露出来的。佛陀在圆觉经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从佛说的如来的限量境界流露 出来的法，注意听，完全不可取，不能依靠，不能作为依靠。我们今天要依靠的是如来正量解脱的限量境界。只要在说法当中这个人没有见性，你说他善巧方便，那么不加自己的意见，也还算是一颗善良的心。可怕的是说我相难断，名利心难断。所以佛就在经典里面，我入灭以后啊，末法时期，众生在说法乃至于比丘现啊善良的态度威仪，但是就会加入自己的见解误导大众。所以在《圆觉经》里面特别交代一句话，如果不是佛说的真如的限量境界，是不可取为依靠的法。而且佛陀一直这样强调的，我们说依法不依人，这句话怎么解啊？这依如来真如自觉甚至的限量境界的法来作为依靠，叫做依法不依人。那依人除了佛陀陀以外究竟觉悟，这个依人就坏事。这个圆觉经特别的一直交代这个，如果不是如来正量境界流露出来的法，完全不可取，不能依靠，作为我们了生死的经典依据。所以禅宗的古德啊，就告诉我们说，儒家里面讲的思而后知，立而后得，不是加增，就是经过的思维分辨而后才知道的，经过了律深思熟虑而后得到的。这个我们念过儒家都知道，思而后知，虑而后得。禅宗里面讲这不是加增，这不是禅宗顿悟真心的东西，还经过思维才知，还经过过滤深思熟虑才得，这个完全不是正量解脱的限量境界，完全不是。所以这不是禅宗的加增，禅宗的加增是什么呢？家里最珍贵的，禅宗最珍贵的就是指顿悟顿门禅，就当下的意思啊。禅宗里面常讲灵异皆非，灵异皆非，灵一个提手旁，这一个疑问的疑，准备要去讨论，那就不是限量境界，法本不可说。分别思量那更不可能，这是比量的东西。所以什么叫做限量正量，就是不是比量也不是非量，比量是推测而来，非量是邪见而来的。所以凝意皆非，思量分别都不着边际，已经都不是正量限量的境界，不是如来的境界。如果不是如来的境界，就不是顿悟，也不是真正的悟，也就没有所谓顿悟的禅宗了。除了顿门以外的其他所谓观照啊，能所不断啊，
后来人都认为，要冷静的思维，你看又落入思维，要冷静智慧的分别，那个是不得已的说法，都未尝没有被误会为失而后知，利而后得，认为这个是加增，错，顿悟没有，不是这个。但说失而后知，利而后得，对不对？见次不为过。如果你是见次修行的，想尝试一点佛法的味道，又还没有顿悟，这个就用得着。失而后知，利而后得，那简单讲就是一种见次，方便了，这不是顿悟禅宗所谓的加增，绝对不是。虽也不无成就，虽然这种慢慢的教化不能说没有成就，但是就绝对是见教所谓的第二基，第二种根基，这绝对不是禅宗所讲的上上根器的人。你要看着看看六祖那种公案，对不对？言下大悟，没有距离的。所以这个没有距离就是最长的距离，没有距离就是对最短的距离，最短的距离就是不能量不出来，当下就是最远的距离，就是你不了解它，就永远几万公里几百万你都测不到。这言下大悟，这个是最近的距离，也是最远的距离。所以佛法没有顿悟，你可以说难难难，但是真的像六祖或者是历代的祖师就会说易易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同样一种品味，同样一种禅，为什么有的人讲好难好难，为什么有的人讲很容易很容易呢？对不对？这就看个人的根气了。所以有的人讲说，上人我是顿根的人，还有救，还有救。为什么？不是顿悟的顿了，立顿的顿，那这还有救。最怕那种泡在水中永不觉悟，泡在五欲六尘的水中永不觉悟，那就是烂根的人。所以佛法真没有办法勉强。底下我们要讲的，既然顿悟那么重要，你总得要有下手处啊，是不是？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我给它一个名词，叫做顿悟自性，十句，十个句子的座右铭，就是关键的十句话。顿悟自性，十句座右铭。如果你没有办法顿悟，背起来，做个笔记，你的今生今世修行就找到了定海神针。定海神针呢，这辈子想要走错路都不可能。第一，什么是顿悟？彻底无为，不着法相，这个就是下手处。什么叫做彻底无为？以有为界彻底了解万法空无自性，叫做彻底无为。彻底无为，取舍不可得，得失不可得，身口意不可得，凡圣不可得，美丑不可得，善恶不可得，冤仇恩亲不可得。彻底无为，
就是见一切相，了解一切相本质无为，以有为相彻底无为，叫做毕竟空。不找法相，不谈法相。简单讲，你要如何顿悟呢？第一，彻底无为。无为叫做法性啊，法性啊。彻底无为，能见自性。不找法相，就是不谈法相，是真正的下功夫。但是有的根气不够，禅宗有时候难免叫做绕路说禅，因为没有办法绕，绕路就是说，哎呀，回故乡的路啊，直的路他不会走，他就绕一下，叫做绕路说禅。诸位，所有的法，它的最后的宗旨，通通叫你弃入无为真如。昨天已经讲了，真如无为是不能说可以心许，也不能说不能心许啊，因为它不是心许的对象。诸位，种子有两种，一个是有为有漏的种子，另外一个叫做正智无漏的种子。正智无漏的种子由文思修能够证得无漏正智的种子，这个才可以讲心许。无明的心许，有为有漏越来就越强大，烦恼执着轮回就不能断除啊。那么正智无漏的种子一直熏习闻思修，就能开采我们大般若智慧。而无为法，唯识里面讲的真如无为，叫做即用显体，就是在正智般若智慧显露出来的无为体性。所以一个大悟具足般若智慧的人，就能讲出那种无为的境界，不是无为你可以直接去心许的。无为如果可以心许，就变成生灭了。要知道，我们在般若智慧里面谈真如无为是对的，所以正智无漏才是熏习的对象，你不能弄错这个问题。所以一千多年来，从宋朝以来，一直在争执真如无为可以熏习不可以熏习，都是错的。所以欧阳靖武就说，末法的众生啊，福报不够啊，智慧不弱，智慧不弱啊，经教不通，一经教也不通，不求圣解，争论四起，烽火不断，就像战争一样啊！因为大圣国度就是各执一个角度，所以烽火不断，就是有的攻击无的，无的攻击有的啊，这个连这个真如无为可不可以熏习也是争论不休。但是这刚好弄错了，如果有人问真如无为可以熏习否，答此非善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问的错误的，此非善问。真如无为由般若大智慧显露出来的境界，佛就告诉你什么叫做真如无为，那怎么心许啊？对不对？那就像你讲你家里的故乡，因为你有经验呢，你可以讲出你的故乡，对不对？哎，别人怎么知道你的故乡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了解啊，真如无为不是熏习的对象，这个一定要弄清楚。
千年来的冲突一直不断。无为两个字怎么解呢？啊，唯识家谈这个法相，有六种无为，有六种无为。但是我们顿悟的禅宗，只照顾一念，只照顾一念，真如法性不增不减那种般若的智慧，而不谈法相。所以我们要了解，只要本来面目现前，就是真实见性。自古以来禅宗有一句话叫做多虚不如少实。你比如说你听了三年五年，变成好多好多的名相，可是你没有真实的悟，那就变成学者只在名相语言文字里面讨论它的意义，一辈子没有正量，没有真实的功夫。所以说多虚不如少实，种种的虚妄不如少许的真实啊。因此顿悟他不能说，他不会去分析说，哦，这是什么什么无为，这是什么什么啊真如，因为他就顿悟就知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为什么禅宗根本没有你开口处？好了，在这一段我必须要再讲一遍，彻底无为能见真如自性，不着法相。彻底无为不着法相，能顿悟自性。不谈法相，好，我在讲到宋朝以后，一直到我们这一代，问题就出现了。这些顿悟是真枪实弹的人，这圣人，但是因为他不谈法相，被后来的虚伪禅宗的人所引用。你要讲经说法，他就说离文字，不着文字。你要听经闻法，他就告诉你没有开悟以前不要看看经典，你着一文字，因为你没开悟。所以就变成从宋朝以后，就是那种相似禅和悟了无量无边的众生，自己也不明白，也没顿悟啊，人家要好好的教导，慢慢的见次成就，他就呵斥，拿圣人的境界来往自己身上揽，叫做以凡滥圣。所以从宋朝以后很惨，这些人既没有得到语言文字慢慢的教导，也没有真枪实弹的正量，佛教就是这样子走向衰败。我们应当说能顿悟的，我们赞叹；能够慢慢的教育，慢慢的熏陶，培养善根福德因缘，就等。诸位啊，这两种我都非常的赞叹，是不是？要不然你在这里坐下来，你哪一个敢说你是六祖再来的？哪一种根器有吗？没有。所以广化律师告诉师父一句话，
说普通的根器会比较多，你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是小学那种耐性啊，那一种坚持，你才有办法成就众生。所以就有的人啊，听师父开示，他就会说，哦，上人，你真的大慈悲心，你这样一句一句的解析，一句一句的教导，为什么这么有耐性呢？也就是要磨出众生的佛性。就是我听广化律师的劝导，禅宗很好，但是可惜被后来的乡士曲解，他不重视语言，不重视文字，也不重视教育，他不晓得教育是百年大计啊。这里有哪几个是真的六祖那种上上根立志的言下大悟？或许有，但是普遍性99.999%都是六祖以外那一种根器，叫做普通的根器，是不是？是。好，接下来如何顿悟？我们十句顿悟座右铭第二句，如何顿悟？绝对中道，不落两边。这句话含有你重要的修养。我们为什么中道还要再加一个绝对呢？叫做绝对中道呢，就是连着中道两个字也不能助着。就像一个人讲，我很有修养，我很有修养， 那就是很没有修养。哪有这样一直讲自己很有修养的啊？我行中道，我行中道，我很中道啊，我很中道，那就不是中道。你一直执着这个中道，所以为什么叫做绝对中道，也不落两边，能顿悟本性？绝对中道，不落两边啊，不落有边，也不落无边。在绝对的中道，不落两边，在中观论里面有讲八部中道的思想。八部啊，是不落两边的八个例子，不落两边就叫做中道，亦无中道之相啊。比如说佛性非有非无，哎，佛性不落有边，也不落无边，叫做佛性非有非无。有时候佛陀的回答，什么是佛性啊？佛陀的回答，非常非无常。为什么执着常的用无常破，执着无常的用常来破？法本来就没有定法，就是破除你的执着，内心根深蒂固的执着，才要用这个法啊。法法本空，为什么要用法？正因为众生没解脱吧。所以这个《大般涅槃经》说，佛性就是中道，中道就是佛性。简单讲，诸位要改改个性。偏激的人，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佛性就是中道，中道就是佛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偏激的人、偏执狂的人，是永远不可能成佛。百劝不听的人，你也永远不可能成佛。既然是中道，我们又加上绝对两个字，因为不可以
立一个有，也不可以立一个无，有就头上安陀落入有见，立一个无就诸法本空本无吗？也不可以立一个无，也是头上安陀，不可以立一个常，佛性是永恒的吗？对不对？也不可以立一个无常，佛性啊是永恒不变异。旁边说这不立无常，那无常就等同凡夫了，那还修什么转凡成圣呢？所以不立一个常，不立一个无常，连中道也不可立。在这重要，连中道不可立叫做绝对中道。凡夫啊，听到众生啊在无明的时候，他很难去教化的。比如说我现在举个例子，突然有一个人来问师父说，众生有佛性吗？我说有。明天又有另外一个众生来问师父，众生有佛性吗？没有。要众生有佛性是指的内在原有的，但是没有开采出来。众生没有佛性是指业障卡住了，显露不出来，不是说没有佛性。所以回答有，回答没有，只是拖年切腹。比如说啊，我在公园走，旁边这个公园绕两步，突然看到一只狗，旁边的人问上人，这只狗有没有佛性啊？第一天我讲有，因为众生啊，人人啊，包括狗都有佛性。我第二天再去走，一样碰到那个人，上人，这条狗有佛性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啊？因为这条狗被业障障住了，我说法他也听不懂。这样你就知道，所有的法通通是破除你内心里面的疑惑跟执着，语言就是一种方便。所以无有定法，无有定法，如来所说就是如来所说的法，皆不可取也不可舍，叫做法无定法，自性本空。所以你问佛陀有，佛陀用无，你用无，佛陀说有，你说常，佛陀说无常，你说无常，佛陀回答是常。为什么？就是叫你不要住着的意思。众生很难说无常住着无常，说常住着常，不知道那是佛陀方便而说的。如果对于中道也执着，说有一个中道有所执着，那么这个一执着记着执着，那本来不可言说没有语言文字的中道就变成不是中道了。言能前道不能近道，我说中道但是不是中道，因为那是语言文字的中道。中道是正量解脱离两边大解脱的圣人的境界，所以言能前道不能近道。全是全就是左边一个言部，右边一个安全的全，言能全道不能近道。语言啊，能够解释这个道，但是不能近道，因为道是必须正量直接去契入正悟的东西。所以说诸佛妙理无关于文字，正量解脱不在口舌。
所以言能牵道，不能进道。诸佛妙理无关于文字，正量解脱不在口舌，想要开口都不对。所以中道两边的有跟无通通要离，连离的观念也没有，才叫做绝对。连两个字绝对也不住着，离之又离，已之以无。第三句顿悟的关键，第一句叫做彻底悟为不着法相，能顿悟。第二句叫做绝对中道，不落两边，能顿悟。第三句愚者口念，智者心行。愚痴的人嘴巴一直念般若般若般若，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知道，那从内心彻底放下，是真功夫的修行人啊。要不然我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家念到多么的熟练，是不是？妄想就是空不了啊。但是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不错，就是熏许。就愚痴的人口念，就嘴巴会念般若波罗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这念得很溜，对不对啊？碰到境界那跟我都没关系，碰到境界就跟我们没关系了，般若归般若了，是不是？所以愚者口念，智者心行。有智慧的人是内心一直下过真功夫的，他真能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讨论事情也用理性在讨论，讨论事情也用智慧在讨论。这个禅宗有个比喻叫做打牛不打车。以前呢，乡下100年前就好，也没有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都是用牛车啊。我小时候回到乡下四湖乡，我外公啊要去田埂啊，我就跟他讲说，外公啊我跟你去，那就去坐在牛车上。诸位，牛在前面拖着整部车子，车子不动，你是打牛还是打车啊？要打牛啊，牛就是心啊。打那只牛，轻轻的一拍，这牛就知道要动了，牛就知道要动了，叫做打牛不打车。这句话刚好印证愚者口念，智者心行，打牛不打车。经典里面这么说，众生的福德因缘不够，业障深重的时候，佛不示现，佛陀不示现。就是啊，我们一真法界是平等的，但是现在你前面的心中的影子，这个真上眼不见了，如来是我们心中影现出来最强大的真上眼，来引发我们的根本智。佛在世的时候，三业殊胜啊，身业殊胜，32相80种好，语业殊胜，佛陀能说法；意业殊胜，佛陀妙观察智，知道一切的根器。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叫做真上缘，
殊胜具足，但是佛入灭以后，众生暗无天日啊，没有人再示现了，因为众生业力越来越强大，强大到什么时候，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诸位很可怕的，说人类人的身高会越来越矮。再来，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慢慢的递减，因为福报不够，到最后《瑜伽师地论》讲的啊，叫做草木都是武器，那个草长起来生出来，众生因为愚痴顽强到极度的恶劣，不堪教化的时候，那个草拔起来就可以当作武器杀人放火在所不辞，也没有什么礼义廉耻，也不会觉得自己不对，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末法。所以我们虽然佛陀入涅槃2500年，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还能坐在这里聆听如来的真实教义，聆听祖师啊大德留下来的血脉如饮甘露，这个我们都要感恩世尊示现这些祖师大德是如此的伟大啊，生命豁出去习义取经，而翻译成我们看得懂的经典。虽然我们你我都是平凡人，但是却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一群啊。所以一直口念智者心行，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点，能顿悟。怎么顿悟？是有智慧的人是从心性上下手，在心性上的体悟，而不在口说啊，正量解脱不在口舌，口舌怎么有办法先说呢？禅的顿悟，圣人是由实践真如本性真实体验来的一种心法，绝对不是在口头上这样绕来绕去。我们用一句现在比较不客气的话，就说不是真枪实弹正量的解脱境界，却很喜欢耍嘴皮，耍嘴皮。他没有开悟，万法有没有啊？那个人耍嘴皮就是没有。他回答对不对？也对，但是他的心就对这个无不知道真实意。万法本空，他就会说有啊，他有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有啊，他没有真实的大般涅槃的般若智慧，那个有是指什么？对不对？这个叫做耍嘴皮。顿悟是真枪实弹的东西，绝对的实际理地的境界，大悟见性，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这口中能说出来的，就绝对不是智慧心行体验所能到达的真实境界。注意哦，顿悟本心必须顿气真如无生的心性，才是真实的境界。
今天如果你被一些名相彻底无为，不着法相，绝对中道，不落两边，愚者口念，智者心行，都能顿悟，没错。但是是肯实修的人。接下来第四个，如何能够顿悟呢？重点自心的参究，不再做功的技术，也就是说你想顿悟真如本性，重点在哪里？自己的心要去参究，是不是取妄啊？是不是落入能所呀？是着于有念还是住着于无念？自己都清清楚楚，不在于做功技术。做就是打坐的做，功就是功德的功，不在于做功的技术。也就是说重点是顿悟自心，参究自心，不是在能做多久。在这里必须附带一句，免得误会，你要打坐一天一支香、三支香、五支香，整天都打坐，我们都尊重，免得说我们毁谤别人，这样子又失去和气。我们现在讲的是顿悟。关于喜欢做的人，你就按照你的方式，但是讲顿悟是自心的问题，不再做，这一点我必须讲清楚。在自心啊，真实的参究，不是在做功技术。有的双盘呢、啊，这个技术做得很好；有的单盘呢、啊，有的菩萨啊，方便做喽，做什么都是禅喽。所以禅的重点，它是在心，注意，不是在肉体上用功，不是在肉体上用功，因为心性的参究，绝对不是说我做的功夫的好坏。有一个人来说，藏人，哦，我不知道他的依据，或者是他在这一方面很受益了。他说：“上人，成佛一定要做，讲的斩钉截铁。”啊，我就问他：“啊，请问如果没有两条腿，用什么来做呀？”开悟见性。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只要你的觉性存在，都开悟的，都能开悟的。有一次我眼睛痛，那有一个人有一点轻视的感觉，就是呵呵，开悟的人也会眼睛痛吗？那我就跟他讲啊，开悟跟眼睛痛有什么关系呢？觉性一直存在呀，这眼睛是四大构成的呀，觉性从来没有消失啊。工具有一点点损伤，难免的吧？是不是？啊，那有的人讲说啊，上人。那看不到的人怎么修行？我说啊，看不到的人觉性一致啊，眼根坏，但是也见性不坏啊，他的觉性一模一样，他照样可以修行，照样可以成佛呀。哦，他才知道觉性无关于眼耳鼻舌身意，
只是说它这个工具好用，但觉性一样能顿悟。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心性的参就是不在做的功夫，做的功夫是啊，我一天做几支香，我一做可以几天。我们还是一句话，我们尊重不同修行的方式，以免落入彼此之间误会不好，说我批评别人在做的技术上啊，讲求高下。诸位，见性大悟，见性经验实证，实际理地上是根本毫不相干。特地的告诉大家，做双盘、单盘、菩萨方便做，跟大悟见性毫不相干。重心重视心性的悟，而不是重视这个相的东西。你要做，我们随喜赞叹，没意见。我们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接下来第五，自见本性非理论知解，就是说你今天重点要自见本性，不可以一直在理论，一直讨论知解，拿这个义理一直在困扰自己，这就不是自见本性了。自见本性的人不是在理论自己一直争论，要自己见真如自性，不是变成一种理论讨论，不是变成一种知解义理争论不休。简单讲，自见本来的面目顿悟，是由本性自然地显露正量解脱的实际理地的境界，不是存心要作意，可以加一个意，我要去见性，我要去明它，那个已经是能所了。因此大悟见性不能比量，没有办法用比量去推测，大悟见性也不会落入非量，因为它是正量真实理地的境界。你要存心作意去见它，去明它，叫做头上安头。古德告诉我们这句话，写下来，对你往后修行大有帮助。这是禅宗祖师这么说：宁将心意学贤宗，大事西行却向东。我来解释一下，宁提手旁，左边一个提手旁，右边一个疑问的疑。宁将，将军的将，宁将心意，哦，心意是那个心意，宁将心意学，学生的学，玄宗就是禅宗，玄就是不可思议，禅宗顿悟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玄我们说玄学就是不可思议之学。玄宗就是禅宗，宁将心意学玄宗，想要用心意，宁就是准备了要去学不可思议的禅宗。大事西行却向东，大大小的大，相似的事，大事西行准备往西去走，弄错了，却向东。
可以往东边去走，大势西行却向东，就是永远达不到目的地。去大势西行却向东，再念一遍，因为这句话很重要。宁将心意学玄宗，大势西行却向东，这句话就非常明显了。所以大彻大悟不能模仿，修行的正量不能靠广告，悟即得，不悟就不得，不能靠包装，也不能靠广告。无论你服装或者穿得多庄严，袈裟披身，无比的庄严，不悟这就是不悟。宁将心意学玄宗，宗派的宗，大势西行却向东。禅宗有一句话，你务必要背起来：一等四学，直须五学。你想要学禅，很简单，直须五学，当下就五学，没有东西可以学。一等四学，你想要正量正悟，解脱一等四学，直须五学，当下就是五学，无学就是顿悟，没有东西可以写，本性具足故，学了的东西总是不堪啊，会败坏啊，本性的东西是永恒的东西，顿悟就会自如涌泉，辩才滔滔不绝，这个就是身心动念啊，背觉乖宗。身心，你只要生一个心要去学禅，动这个念叫做背觉，违背了本觉。乖也是违背的意思，乖乖，这个孩子乖不乖的乖，乖宗就是违背的禅宗，违背就是违背的本觉，背觉乖宗，乖也是违背的意思，就违背了禅宗的心法。所以凡是理论知解的一概用不着，简单讲，动念即乖，宁意皆非。禅宗里面讲，此处无开口处，此处无思量处，此处无论意处，这个地方没有让你开口的地方，此处也没有论意处，此处没得商量，不能商量，此处没有论意处，没办法讨论的。所以凡是理论知解一概不用，动念即乖，灵异皆非，此处此处无开口处，无思量处，无论意处。所以第五的重点叫做自见本性，非理论知解能顿悟本性。第六个，对你一定一辈子受用，这一句是所有的上根、中根、下根都必须要牢牢背起来的。第六句，如何顿悟呢？在心境上破执，悟法无定法，能顿悟自性。你一定要在心境上破除那个执着，所谓执着就是着相，找我相，我见，我执，我见我相，我执是一切最难破的。注意，在心境上破除执着的那个人，能顿悟本性，
你的执着不愿意放下，就是百千万劫你都不可能解脱。我们开宗明义前面已经讲过了，什么叫做无明？自己制造陷阱自己跳。什么叫做无明的众生？自己玩死自己。叫做众生，就自己玩死自己啊，对不对？好了，本来大家好好的相处，某些话是不必要的，但是因为他无明很强，不良讲不讲两句伤人的话，是不是不行？报纸登的，哎，两个好朋友，甲买了一个表，向乙好朋友炫耀一下，说：“你看我这只表，哎，几个万。”哎，乙呀，还有一个更好的表，他就说：“啊，你那个表根本就是破表，对不对？我家里那个表啊，是多少？”哎，两个好朋友就一句话，因为被否定，他很不爽。哎，甲就拿刀子去捅他，捅他捅成重伤。哎，啊，这句话，很好。他如果说我那个表很好，好，就这样子。还有啊，众生玩死自己，俄罗斯有一个俄罗斯人，在这个北极圈捡了一只棕熊，你知道吧？加拿大那个棕熊，专门吃鲑鱼的那种棕熊，因为妈妈把它抛弃了。这只棕熊啊，很可爱，很可爱，他就把它抱回来养。啊，因为他不是动物专家，这养，两个人跟熊有了一点感情，这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变成两三百公斤，突然之间，这俄罗斯的男人不见了，家属也找不到他，家属也找不到他，怎么样？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打电话也不接，人从此 disappear 就是消失啊。后来就怎么样？这个去那个养这个灰熊的棕熊的地方怎么样？去那个地方找，血迹斑斑，啃下来的，剩下来的，是动物吗？后来去验一下，哎，这是人的血啊，被那头棕熊吃掉了。这个你想想看，你不是动物专家呀。这个世间有时候发生很难理解的事情。有一个人看到一个小男孩，台湾的，觉得很可爱，办了手续以后把他领养回来。这个孩子出生就是劣根性的，怎么讲养父养母怎么讲他就是不听，到十六七岁的时候还在外面鬼混，爸爸妈妈非常伤心，用嘴巴讲：哎呀，我们干脆去法律上领养，终止领养，这没办法，这个还没有付诸行动啊，是不是还没有付诸行动？因此这个孩子就怀恨在心。后来有一天因为埋下这个杀机后来到十七岁
这个男孩子要跟养父养母拿钱呐、啊，养父养母认为，啊，你也不去读书，钱也拿去电网咖打电动玩具，我们也不是很有钱，对不对？你不读书也不学好，我这样子，哎，这个又勾起他们要终止领养，就拿刀子直接就砍了。父母亲全部砍死，发生在台湾。所以我们的人生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变化，你不知道，对不对？啊，发了一颗善良的心，但不一定有一定的善良的最后的果报。所以有的人讲说，上人，我送一个哎小孩来这里出家，很小的，但是你看了这个报道，你也很难过，对不对？有个法师现在死了，走了，他就是领养一些男众啊，男孩子啊，啊，这男孩子啊，半夜跑出去啊，啊，那个法师慈悲啊，是不是？那就领养啊，领养以后这管教严格的，这个孩子不满了、啊，就告他，男孩子告自己的上人，后来经过查证。是属于诬告，不真实，因为师父管教比较严格，哎，所以那个两三岁要来跟着师父出家，我让他说，你坑你自己吃就好，你们放在家里自己养就好，我这里要20岁当兵回来，我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心境上要去破除执着。看到一只小熊养回来养，被熊吃掉了；看到一个小男孩过追可爱抱回来养，爸爸妈妈被砍死，是吧？好心收留那些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子，被告后来查无实证，没有法律给他一个公道，多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子的坚持啊。接下来刚刚我们讲的第六项，在心境上破执，悟法无定法，就能顿悟。意思就是说，非，注意听哦，底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内心里面不要锁定说，非要怎么样不行。因为这个法，它是动态的，你要懂得去调整当时候的时空，善于理解宽恕彼此跟包容，你锁定一个观念，你就非死在那个观念不行吗？对不对？这个不只是在家，法师也是一样啊，他看到某一种东西，这一定要执着那样子的角度，非这样定义他不行。很久以前，我还没有见文殊讲堂以前，啊，有个比丘，我是觉得他很奇怪，他那个袈裟是好的，是新的，是不是？他一定要去把它补一块一块的，
这袈裟是人家是这样子的，他就一定要去补一块，而且要去补一块，像破布一样，要补一块，然后袈裟披起来，道貌岸然，碰到人，啊，我说法师你现在住哪里？他就像在演布袋戏一样，平山。现在住茅棚，这什么？你一定要这样搞吗？啊，这样袈裟补那么多块，展开来就像破布一样。他说：“我学佛陀，佛陀在世。”我说：“佛陀在世，是因为纺织不方便，纺织不方便。”去捡人家那个垃圾，一块一块粘起来，一块一块粘起来，补起来，叫做粪扫衣。你误会了佛陀了，那个叫做粪扫衣，就一块一块人家丢掉的垃圾补起来，叫做粪扫衣。你是好的袈裟，硬要把它补一块一块。我吼真正袂晓讲，你说这剃度法师我还不知道要该，就是这个，我觉得有些法师很奇怪啊，不会说，他还是不听啊，他还是要那个袈裟补一块一块啊，啊，我跟他讲，你一定要这样吗？后来他不高兴了。他用一只手平身去了，哦吼！我用要去弄墙，真正动也不会掉，受不了。而且一个袈裟，不就很庄严吗？哎，对对，就是很奇怪，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哦，他就要设限，一定要这样。叫做修行，就是记得修行是随缘随喜法无定法，是在心境上破执。所以你今天你请师父去住皇宫，嗯，我的心性也不增不减啊，对不对？那你今天你像你去法国那个皇宫，啊，说一句实在话的，那个叫我去住啊，比死还痛苦。这不是吹嘘哦，巴黎的皇宫我们有去参观呢，啊，法国。那你说你们我们叫简单的茅棚，我们甘之如饴。这个并不是相的东西，是心境上破执着。破执着，嗯，悟法无定法，所以在心性上，在心境上破执着，它没有这个相，没有一个定论，因为它是生灭的，它是空无自性的，它是缘起的，是条件构成的，它会变化的。变化是生命的本质，我们四大每天都在变化，生老病死，你用一种固定的方式固定那个相，那就是一定会后悔啊，因为没有那个东西啊，世界上没有你可以固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了解在心境上破执才能顿悟，不能被假象框住，在心境上破执悟法无定法能顿悟。诸位啊，我们参访名师，参访名师得善知识的指导，
只是为了怎么样，我们要去破除那份执着。如果你今天每天都在佛陀的旁边，又不去破除执着，我请问你，亲近佛陀又有什么用呢？佛在自性当中显呢，不是在相上根呢？要弄清楚呢，你今天追随师父是追随上人的法呢。哦，法能用在你的心，解脱烦恼，解脱生死，破除执着，这个是真正的追随者。我们在心境上能破除执着，就不会有一定的定论，有无不一定的定论，是非也不一定的定论，功跟过也不一定的定论，得跟失也没有一定的定论。所以真悟不必问人，自己非常清楚，有道无道自己知道，不必问别人。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它会变化的，意思是观念有时候会慢慢改变的。如果有人攻击你，不要难过，因为众生本来就是活在阴暗阴影里面的，有人赞叹你也不要高兴，因为有时候太赞叹你会腐蚀你的道念。因此我们就知道，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创伤变成好的，每一个挫折，每一种挫折啊，都是我们成就的基础。挫折是伟人的勋章，哎，挫折反而是好事。失败就像生命转个弯，光明就在转弯处，哎，你也对失败也不会难过，哦，这个执着就破除了，人生充满希望。所以并非有无是非功过得失来下一个定论。所以佛陀的回答就很中道，佛性哦，非常非无常，佛性非有非非无，执着无常的佛告诉他佛性是常，执着一常的佛陀告诉他佛性是无常，常跟无常都是对立的，只是为了破除对方的执着方便说而已。千万要记得，法无定法，圣人今天回答是，明天就回答不是，今天回答不是，明天圣人回答是，但是凡夫就不能理解圣人的心境，说是着是，说非着非，说常着常，说无常着常，说无常着无常，说有着有，说无着无，反正就是不能融通。二谛融通三昧印，二谛要融通啊，真谛跟俗谛二谛要融通，你才有三昧印呢、啊。真就是假，假就是世俗谛啊，世俗谛就是真谛啊，要不然你怎么融通三昧呢？二谛融通三昧印，对不对？接下来第七
么想顿悟，必须做到六个字：实参、实悟、实证。真实的参，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必需要人家去了解，受到委屈也不辩解，污蔑你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实参，是实修，不在语言文字里面生意。言可圈道，不能近道，不可在语言文字上生出种种妄想的义理。要实参，不在语言文字上解，要实悟，要实证。什么都讲求真实，就叫做顿悟。比如说啊，那个人说我脾气改很多了，是不是啊？那你骂他两句，他又忍不住了。哎，我已经改过很多了，你要怎么样？我已经很有修养了呢。哎，这一句就是证明没有什么修养。所以我们会卡在一个境界，一定的境界里面，而说自己很行。这个证是没有实物实证的东西。所以多虚不如少实，在悟境的证真，你就不可以在语言文字上生这个义理。要参，要真参，实参悟，要实悟，实在的开悟，证必须实证。那如果不是真正的悟境上去真参实学，那你在禅寺里面回答的语言文字公案里面去找答案，三个字死定了。那个是你咬不烂的文字。你要人家问祖师说如何是佛呀，祖师就回答博树直。博树啊，直啊，儿子的直，博树直。那这如何是佛跟博士子有什么关系呢？那你说我就博士子怎么样又去解一解，对不对？你要问祖师什么是佛呀，他说麻三经。这个回答叫做莫名其妙。所以祖师要你在自信的法身境界上直来直往的悟境，你千万不要在博树直麻三经里面一直转一直转，这些跟实参实悟实证没有关系。所以实参实悟实证能顿悟真如本性，刚刚讲的顿悟必须多虚不如少实，什么都要讲求实际的，讲求实际的。哎，有一个人开饼干店，这看饼干店这个老板很老实，我跟他讲你会成功。他说师父我的生意并不是很好。我说你坚持，记得坚持啊。后来这个做饼干店的一直赚钱一直赚钱一直赚钱，因为它是食材，是食料，价格公道，后来就慢慢传开了，是真的挣钱。有一次年岁大了，年岁大了，怎么样？突然之间，被人举发，
它不真，不是真正的材料。这个老板年岁大了，很纳闷，很纳闷，为什么？一直在找为什么。后来就是他的学徒，他的学徒不是他，在饼干里面夹杂不纯的材料，越做口味越差越不真实。所以后来这个老板算福报不够，这个饼干店本来很出名，被这个不孝的学徒，因为报复，因为这个学徒跟他儿子起冲突，起冲突，这个恶劣的学徒要借钱，儿子不借给他，在里面动手脚，垮了，把他搞垮了。这个就是实参、实务、实证的重要，就是连做一个基本的饼干店，也是要真材实料啊。第八，如何能够顿悟呢？顿悟是限量境界，不若比量，不若非量，是能顿悟。顿悟就是当下智慧的限量境界，不落入比量，用推测来的，佛的境界是什么？这个叫做比量。或者是邪魔外道、恶智见所教导的，那个叫做非量，不正见。你要怎么样顿悟呢？要限量境界。限量境界，注意哦，这一句话简单讲，你时时刻刻食衣住行的当下就能顿悟，不可等到明天，不可等到下一个钟头，不能等到下一秒钟，就在这一秒钟，就在讲话的言下顿悟，这个叫做正量。正悟是限量境界，不可以挪动一丝一毫一秒任何一个时空，不行，就是当下言下大悟。正悟是限量的境界，所以正悟顿悟是当下限量境界，简单讲就是不可思、不可议、般若智慧的限量境界，不可以挪到下一秒，挪到下一秒就不是限量境界，不是限量境界，不可虑、不可思、顿悟。见性，注意，全部都是直来直往。正如自性没有下一秒钟，正如自性没有任何的空间，没有的，全是直来直往。因为是限量境界，所以它是直来直往的。不但不能用比量，非量就更不用讲了。就算是连圣言量也不能铸造，圣人讲的话是托年解福，铸造就是病，铸造就是病。因此限量的正悟境界是不容许你推到下一秒、下一刻、下一个小时、明天，说我回去思量看看
上人今天讲什么，食粮机不重用，它不可以推到下一秒钟。悟即得，不悟不得。今天不悟，回到家想一天，想一辈子都不悟。悟必须限量境界，就在当下，不可推测，不是比量。就连圣言量铸造也是病。佛法有时候会引经据典，这个只是用一种比喻，或者是一种比量，或者是一种方便，让你更容易理解。只要一落入凝意思维，落入下一个时空，通通不是限量境界。所以为什么禅宗祖师会有棒喝呢？什么是佛？回答，啪，头就打下去了，因为就在当下呀。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回答的吗？是不是？啊，所以那个人如果当下不悟，讲再多也没有用。啊，如果有人问师父，师父什么是佛？师父你现在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啦，我怎么知道呢？哦，这缘起本来就是东，右手没有声音，左手也没有声音，声音产生了，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缘起产生的声音，记得它叫做如幻。哦，心只要是对缘起法都不住着，右手左手就可以比喻法界的缘起。原来如此。哦，佛法妙妙妙，不是喵喵喵哦，哎，是妙妙妙哦，不是喵喵喵哦，那是猫哦。嗯，好了，第九，你想要顿悟，这十六个字务必要背好。向上一路，密不透风，千乘不传，无舌能宣。向上一路就是顿悟，这里面没有开口处，这里面没有打妄想处，这里面没有讨论之处。密不透风就是动一个妄想都不行，完全直来直往，是正量的真实境。顿悟向上一路。什么叫向上？没有语言文字，不可思不可议，叫做向上。啊，什么叫向下呢？就是语言文字可以讨论。向上一路是对向下第二路讲的。向上一路这个顿悟本心必须不可思不可议，没有任何的妄想，密不透风。那么众生见教就叫做向下一路。那没办法咯，透过语言文字慢慢的教化咯。向下就是落入语言文字思维分辨啊。所以向上一路密不透风，千乘不传，没有传承。为什么？法法本空，传什么呀？就是诸佛来到这个地方也没有开口处啊。所以佛陀在楞伽经讲啊，我说法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我说法49年没说过一个字，那千乘怎么传呢？传要么语言，要么文字，
那都是比量的东西哦。圆人前道不能进道哦，千声不传，无舌能宣，没有舌头能够宣扬如来的究竟义，舌头用不着的。正量解脱不在口舌，十六个字，向上一路密不透风，动念都不行，千圣不传，无舌能宣，宣扬佛法那个宣。所以这向上一路密不透风，千圣不传呢、啊，无舌能宣。所以古德告诉我们，微妙的地方不说啊，不说破。所以达摩大师讲，心如铜墙铁壁，可以入道，就等同密不透风啊，密不透风啊。心如铜墙铁壁，意思是没有你打妄想处啊，可以见到，可以入佛的正量。这比喻不是比喻，没有感情了。心如铜墙铁壁，是在比喻密不透风啊。假如我们在佛的名号上去参，念佛的人是谁？啊，就是我啊，讲出来，那个不是参话头了，话头前是一段清净光明之境啊，化为讲出来叫做化为啊，没有讲出来，以前叫做参话头啊，话头前没有语言文字，叫做一片光明啊，如果化为讲出来，那么就是语言文字，那就是不是如来的境界咯。假设我们在参念佛的人是谁，那我们去参反闻文字性，解动静根灭空静，解六劫业三空，我们在楞严经讲过了，各位参念佛的人是谁？是我呀。反闻文字性，这个通通落在有义理的化为，不是没有语言文字、没有义理的话头了，不可说叫做话头，说了以后叫做话尾，讲话的话。好了，最后一句，最后一句，结处才能逢生，必得法身慧命。这句话是最究竟的总结，绝处才能逢生，法身得以存活，就是你想顿悟，你必须绝处逢生，法身得活。好，绝处是什么意思？绝处就是绝执着处，叫做断绝执着处，绝处逢生，断绝执着处就是法身逢生之处，叫做绝处逢生。绝处逢生，这绝诸分别心，绝诸分别心之处，法身才能逢生，得以存活。绝处逢生就是绝颠倒之见，绝颠倒处，不生颠倒见，绝诸颠倒之见，你法身慧命得以逢生，得以存活。所以第十如何顿悟，绝处才能逢生，法身得以存活，意思是说，你一个人
不愿意放下执着，放下分别，千差万别分别啊，不愿意放下这个颠倒。简单讲，你的法身就一定是死的。我们今天来学道，正是要绝处逢生，法身得以存活。好了，剩下一分钟，我们做一个总归。这十个我再念一遍。一，彻底无为，不住法相，能顿悟自性。二，绝对中道，不落两边，能顿悟自性。三，愚者口念，智者心想，能顿悟自性。四，重点自心参就，不再做功计数，能顿悟自性。五，自见本性，非理论之解，能顿悟自性。六，在心境上破执，悟法无定法，必定顿悟。第七，不在语言文字生意，实参实学实悟实证，能顿悟自性。第八，顿悟证悟是限量境界，换句话说，不若彼量，不若非量，连圣言量也不住着，名为真参实学，真正的顿悟。所以第八，顿悟是限量境界，不若彼量非量，能顿悟自性。再讲一遍，顿悟顿悟证顿证是限量境界，不若彼量非量，能顿悟自性。第九，向上一路，密不透风，千乘不传，无舌能宣，能顿悟自性。第十，绝处逢生，法身得活，截诸执着处，截诸分别心，截诸颠倒见，能顿悟自性。放不下，你就休想顿悟。顿悟本来就是无争，不能争论的，所以佛法本来就是无争。如果不对机，莫谈禅。如果这两个不对机，我们不要跟他讲究竟义，不能谈，谈的话变成抬杠，伤了和气，你也不舒服，对方也难过，因为对方观念被框住了，他认为法就是这样子，他不知道法是唯心限量的境界，是法无定法，名为真如之法，而不是他一定要框住这个，落入自己制造出来的无明陷阱，众生邪佛玩死自己。所以记得，不以着相者论道、论量、论法，不要跟着相的人论道、论量、论法啊。道本来就无形，佛的量是无量，也不必论这个法，因为他着相，着相就是占有，着相就是嫉妒，占有痴就会失去彼。不以着相者论道、论量、论法，不以执情者，执情就是受限于感情，它不是理性的东西，执着自己的情见，好坏不是来自于客观，不是来自于解脱，他就一直执着，一直分别，用感情在胁讽，用感性在判断，
所以这个没办法谈，不以执着感情的人论道论量论法，佛是理性的宗教，佛是智慧的宗教啊，佛法是科学的宗教。诸位，一个人执着于情执情见，这没有办法论道论量论法，众生要给一个原谅，你不要理他，他就玩死自己了。不以守见者论道论量论法，众生不是找有见就是找无见，不是找常见就是找无常见，这一定的道理。所以不以守见者守住那个自见，论道论量论法，不要这样子。一切师地论里面说了一句话，有两种力量能让众生永处生死，流转生死不得解脱。一切师地论说，有两种力量能让众生永远流转生死。一，乐着戏论，就是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还有讲一些跟开般若智慧正量解脱没有任何关系的。乐着于戏论，戏论就是语言文字与般若不相应的，看起来好像很行，其实不行。以乐着戏论能让众生流转生死不会停止。二，善不善业能让众生流转生死不会停止，因为没有开般若的智慧，造不善业一定会堕三恶道，造善业必须以无所住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师地论讲了中有中阴身，我们的中阴身两种颜色。一切师地论讲中阴身出来三尺高，大概到我的肩膀，等同天人，有神通，但他不是天人的果报身。中阴身出来可以看很远的地方，简单讲就是灵魂，但不是跟第八意识是不一样的，这个龙以后再说。中阴身只有白色跟黑色的，在一切师地论讲叫做黑羊，就是诸恶造众恶多端的人，这中阴身出来就像细日，灵魂出来以后还看到一点光，接下来就全部都黑暗。虽然很自在，不是像天人，因为他是化身的众生六根具足，他只看到有缘人的光，有缘的光，其他光看不到，跟天人不一样。天人跟中阴身都通通叫做化身，叫做六根具足。那一种啊，叫做白色的，白色的，就是这个人一生一世懂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还懂得邪佛，开摩诃般若智慧，开不摩诃般若智慧。如果他念佛，没有中阴身，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中阴身，下地狱没有中阴身，直接就下去，直接就下去。如果是堕三恶道的，脸是朝下的；如果是做人的，脸是平行的，这样走路。如果是升天堂，他灵魂一出来不邪佛，可是行十善，神识一出来，他听到天夜明空，看到天堂种种的庄严之相，天人会来迎接，因为他一生一世都是行善的，他的中阴身出来是白色的，就像日出的晨光，早上起来虽然有一点阴暗，可是太阳正要出来，
就是它越来越亮的意思。刚出来的时候，钟医生啊是化身六根具足，钟医生你在世眼睛看不到，钟医生一出来眼睛就看得到，耳朵听不到，耳朵听不到，通通听不到。像我这个右边这个钟医生一出来，当然这个是比喻啦，耳朵通通可以听，好遥好遥远的，因为类似天人，钟医生类似天人，所以大善人没有钟医生，大恶的人没有钟医生。这钟医生只有两种颜色，一个是黑羊色，就像羊啊，啊，我们山羊啊，啊放的那个山羊，黑色的山羊，如日落，行善一辈子。钟医生出来，因为他没有邪佛哦，先讲清楚，他会转世投胎，那个如太阳出来，而且行十善的人，处处以人为善的人，这个神识出来，这个钟医生看出去的是天堂的境界，立刻就显露出了，显现出来。夜尽，他要开始享受他的善业，天夜明空，天人来接引，因为他没有求生净土。这是瑜伽师地论讲的钟医生两种颜色，一个是白的如日啊，出来如晨曦的阳光，越来越亮。造恶多端的钟医生如日西下，刚开始还有一点光亮，最后就马上就下去，就一片昏暗。接下来就是等，就是一直看有没有缘的父母亲，有没有姻缘的父母亲。所以你说爸爸妈妈生你也对，但其实不是，是你的业力假借着父母亲的姻缘来投胎转世的，应该讲叫做根本业决定你的去处，父母亲只是借着一个姻缘而已，姻缘而已。好，好了啊，因为很多都很精彩啊，但是时间呢不够用，下一堂课啊要发这个《大方广佛圆觉经》，发了吧哈。好，哎，没关系，我们今天讲到五点半左右了，哎，我已经告诉慈房了哈，要煮稀饭，因为讲完了口干舌燥啊，这吃稀饭跟钟医生白黑没有关系。休息20分钟。好，那么我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讲到圆觉，还有顿悟真如自性。那么再来我们看下去这个圆觉经啊，那就比较能够得心应手了，得心应手了啊，就是修行从圆觉下手，从自性下手，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都是这样子。那再接下来看下去啊，就比较能相应。当然对初学佛法来讲还是很难的、啊、哎，也是很难的、啊、好，接下来翻开序文第一篇，这个是应慈法师写的序文，就是帮延英法师写序文。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讲义序。大方广就是体相用具足了，圆觉就是圆满三身呢、啊。
圆满法身报身应身呢、啊，圆觉。那么圆满法界跟明心见性的差别，已经在大年初一开示过。修多罗就是经典，了义就是究竟。经就是佛陀所说法的规则，经就是心，讲的都是如来那颗圆觉的心。讲义以前不叫讲义，以前叫做注书，注解的注啊，书疏导的书，以前叫做注书。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名词有点改变了，叫做讲义。序写在文章的前面叫做序，写在文章的后面叫做跋。好，这是一部圆满法界体相用具足大方广圆满法界的自觉甚至一本经典，是究竟了义佛的圆觉之心的经典。我们用简单容易集合成讲义来随喜赞叹的一篇序文。清凉就是清凉国师啊，华严宗的祖师啊，没有人不尊敬的。清凉国师这么说：大以旷间无际，旷就是空旷啊，间就是包含啊，无际就是无边啊。什么是大呢？等如虚空，旷广如虚空，没有边际。所以说用大就是空旷达到无边际。方呢就是正法至此，正法至就是所依靠的，所依持的，所坚持的。如果我们没有所依靠和坚持的法，就不能成就道业，也不名为正法。所以用正法来依靠，来支持，来坚持。用加一个字的话就更清楚，叫做妙用。众生不叫做妙用，众生无名叫做妄用，虚妄的妄。刚刚讲了，无名的众生自设陷阱，掉进去自己所设置的陷阱。无名的众生会玩弄技巧，对，最后会玩死自己，不知道本来无一物的。好，这个用则称体而周啊，周就是周遍啊，啊，无所不在。用就是体，是周遍法界的周，把它加进去说周遍法界无处不在，那更清楚。具持三义的大方广
所以名叫做圆觉，就是圆满法界啊、哦、的自觉圣智啊、哦。修多罗，中国话叫做契经啊，研究经典要上契佛理呀、啊，啊下契根基呀、啊，对上不契佛理，那就邪魔外道喽；下不对根契，白说了。写这个注解要干嘛呢？佛讲的这修多罗的今天要做什么？哦，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的根基。所以契经中有两种，了义不了义，这后面要加一个教字，才能显露出来。他写的太简单了。应当说，在契经契合如来的上契佛理下契众生之基的契经当中，有了义教和不了义教。了义教就是究竟实相的义理，不了义教叫做方便教，不究竟这个如来。是人天二圣，为人天对人讲五戒，对天讲十善，对二圣人讲四谛十二因缘，对菩萨讲六度，说不了义教，因为气小就是根气太小，不堪单喝大法，加两个字，不堪单喝如来大法，没有办法喝得如来弘传正法究竟的大法。唯佛一人独得圆觉，就是大圆满的觉性。这本经是为谁说呀？啊，为菩萨大圣而说。诸位哦，所有的经典打开来，不能离开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因缘、无名行识名色六路畜受爱取有生老死，不能离开六度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不能离开六度。所有的法都是讲这个，叫做三圣义理遍三藏。三圣的义理，所有的三藏都在讲这个，小圣、中圣、大圣、四谛、十二因缘、六度，有的讲到最极微细的，有的就讲到方便的。那么这些菩萨圣是说的究竟了义之教，因为他是根气大，能单喝如来的大法，一切众生皆得作佛，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然对机说教，对众生的根气说种种的教法，叫做对机说教。但是对众生的根器有说种种的教法，虽然各个不同，但是一定
气理气机，上气佛理，下气众生之机，实无有二也。此经就是这本《圆觉经》，它的重点直现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名为圆觉。那我们前面三天都是讲这个圆觉，所以听起来特别轻松、相应、愉快，才用那么长的时间，这就在这里就用得上了。这本《圆觉经》重点就是显露，只要是一切众生，他的当下就存在着佛性，名为圆觉，直接分明。我们常讲直接了当，清楚分明，不容质疑，毫无隐覆，没有一点隐藏覆盖，直接了当，非常的分明，毫不隐藏覆盖，实现人人都有圆觉自性。此则气经中上气佛理，下气众生之根气的气经当中是了义的，是究竟的。诸位，能成佛叫做了义，不能成佛叫做不了义，是究竟义的气经，非就是不是不了义气经。接下来，归峰禅师，这个念归啊，我还去特别去查这个词汇，看怎么念这个念归。归峰禅师这么说：于心中圆觉，我这个禅宗的心法叫做心中。我们禅宗的心法就是讲圆觉自性，圆觉自性，但以静变趋于妙义。但是因为落入语言的辩论，互相批判，却压住了不可思议的妙义，就是说变成语言文字，不是实证的东西，互相在辩论，静啊，辩，静就是互相辩论，趋于妙义，压住了不思议的圆觉妙义，压住了不思议的圆觉妙义呢，龙藏卷于灵文，显性之教尘埋。这龙藏就是大藏经了，卷于就是含藏于灵文，灵文就是不可思议文字的地理上，龙卷里面，龙藏里面含藏着啊不可思议文字的义理，叫做龙藏卷，就是含藏在不可思议的文字义理上。但是现在的众生显性之教，禅宗显真如自性之教，显不可思议的圆觉自性之教，却尘埋，没有人弘传，也没有正量大悟，所以沉默掩埋了。这应慈法师的感叹就说，现在的人啊，
讲这个佛学的名相的人太多了，名相之中讲求名相的人太多了，鼓舞就是风响。哎呀，太风响了，意思就是说那个正量实际理地的境界没有，却出现了一种互相辩论，只是在名相讲来讲去，未为一种风潮流行鼓舞风险。所以名相之中鼓舞，这只是在名相讨论，却没有实证。由是就因此我们现在要革旧风规，一定风范要改变一下，革旧风规，规就是规范呐、啊，这个风气呀、啊，规范呐、啊，要改变改变，变成了诚心教化，变成一种新的教化。我们现在要把顿悟自性的法门拿出来弘传，处权一小，处我们说罢处。就是除去，权就是方便之教，一小就是不要让它出头。我们简单讲就是我们除去方便之教，除去这些小圣不究竟之教，抑就是压抑。当然这个只是名词了，大圣国度是很尊敬啊，权小只是说他不究竟，但语义上是这么说。我们出去方便，出去不究竟的小教，义就是不要让他成长压抑的，立顿张元。哎，刚好我们这三天讲的，我们立这个顿教，弘传这个圆教，是第一的大空之天圆觉之性显露出来，就像星辰罗列。哦，这个星辰啊，一颗一颗排得很清楚，就像星辰罗列，清清楚楚的排列，让众生看得非常清楚。从此弘传圆顿大教，让这个大圆净智的大觉悟就像镜子一样，这些影像昭彰清楚的显露出来，万法都是圆觉真如自性的影像，包括语言文字，包括三圣人的净行果都显露出来。大圆净智就是究竟的境界，包括了一切境界，但是特别指如来的境界。每一个人众生本来就具足大圆净智的觉悟境界，就像镜子显露出来的影像，清清楚楚昭彰。况复偏中此见，何况如果有人啊偏移专门研究这个圆觉经，此见就是圆觉经，何况再有人专门忠于日中专攻于这本圆觉经，指的是圆应大师了，弘哎四广弘宣四应广大，把它弘传开来，宣扬开来，二十余年。
的赞叹延英法师了不起了，20年三复玄智，一次又一次的玄，就是玄智，就是显出不可思议圆觉的玄妙之境，智就是到达啊。三复玄智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显现出玄，就是不可思议圆觉的玄妙境界，玄妙境界。它的可贵啊，就像能够发挥圆觉不可思议玄妙之境是非常可贵的，如何一般的，它就像轮王上的祭宝，这个祭，诸位啊，就是把头发卷起来的顶上的结，把头发卷起来，挽发，挽呢就是左边一个提手旁，右边兔子，哎，但是没有那一点，挽起袖子。挽法与顶上的结叫做髻啊，轮王上的髻宝就是很宝贵的，上面那个头顶上的宝。大云宣传我们呢，十地菩萨称为法云地，那么法云地就是下甘露法雨救度众生，这个大云指的是佛陀甘露法雨，如同大云怎么样，如同佛陀的心传，意思是说圆觉经由延英法师来注解，他的注解实在很得体，三次入于玄妙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像轮王上这个头发上的一个宝，祭宝，就像如来布大云救度众生，等同如来的心传，符合佛的心的意思，就像长者加增，长者就像我们啊，历代有德性的长者，把他家最忠贞、尊贵的、珍贵的东西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这个长者跟李通贤，李通贤又称为李长者，这个我们在《华严经》的合论里面讲，也可以做这么说，这李通贤注解的如同。啊，我们今天家珍长子留下来的家珍，意思就是说这本圆觉经可以媲美李通贤华严经的合论，但是如果你要把长子解释说家里尊贵的长老留下来的家珍也可以，清凉国师，清凉就是清凉国师手授，等同清凉国师亲手传授一真法界。我们都知道华严经讲的是海印三昧一真法界，就像清凉国师亲手传授的一真法界一样的了不得的究竟义的圆觉注释。所以意思就是说延英法师这一本注解等同唐朝青年国师啊注解华严的亲手传授的一真法界的法，是完全一致的，手就是亲手，授就是传授。这本
圆觉经讲义由圆英法师来写，它的价值啊，它的尊贵等同唐朝清凉国师亲手传授一真法界一样的可贵。所以内依观智，意思是说，所以本部圆觉经在内是依观照之智。观照之智前面不是讲了吗？什么他三摩禅那，什么他寂静三摩如幻禅那即灭，即灭的意思就是断，到就断烦恼，到究竟即灭，是正量的意思。所以本圆觉经内依观照之智，什么他三摩禅那，这样讲清楚了，外脱成文。可是那个观照什么他三摩禅那，那是新的境界咯。但是我们要用善巧方便来让众生了解，叫做外脱成文。成就是一定要借重语言文字啊。如果内依观智，内在智慧是无形的啊，内心需要靠观照的智慧，外面必须啊脱依托，一定要成文。成就是一定要借重文，就是文字。内依观智，外脱成文，实在有必要借重文字。明即身心，明就是合一自己的身心修行，合一自己的身心修行。随应解释，随众生根器不同之应，叫做随应。随众生根器不同之应而解释，而解释。所以这本经典就是让所有根器的人顿悟的，也受益；见根器的人也受益。那么《圆觉经》我们以前用台语讲过了，时隔啊，应该是十几年到二十几年。那么我们再用国语讲一遍，最主要的，因为范围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因为闽南话只有福建南边这边听得懂，闽南话闽北都听不懂。你到福州那个地方，闽南话他也听不懂，所以用闽南话讲《圆觉经》，就变成局数在小格局里面。小格局里面，啊，那么经过20年以后的今天，再讲用国语再讲一遍，就可以利益十几个亿的众生，如果有缘的话啦。还有一点，我这20年来体会又更加的深刻。告诉大家一句逆心的话，姜还是老的辣。哎，
thank you 啦。接下来，好，今我应兄啊，现在应慈法师啊，赞叹延英法师。现在啊，我这个延英法师这个师兄啊，舍弃楞严三观，一开始就弃入楞严经三观。那么楞严经我们刚好讲过，太好了。楞严经我们刚好讲过，是弃入楞严经三观。接下来次经缘结三身，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应身，照之讲义来写这本缘结经讲义，为的是什么呢？普利、普通、普遍的加倍上根立志的众生，能荷担如来的、弘传如来正法的，这个叫做上根。诸轮起护，后面讲有二十五轮，起就是不离，护就是互相交织。这个起本身是说丝线，就像织布的丝线交织成布。所以什么叫诸轮？就是二十五轮，轮轮都可以达到圆觉的境界，叫做二十五轮。后面讲的就是二十五种修行的方法，就是你们那张讲义。单修色摩他，单修三摩钵提，单修禅那，有的两种加起来，色摩他加三摩钵提，三摩钵提加禅那，有的色摩他加禅那，最后色摩他加禅那加三摩钵提，这样子单复圆。好，什么叫单？单修色摩他、三摩禅那，复是两种相加叫复。圆修，圆就是三管齐下，色摩他、三摩禅那一起修。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天就要发那个讲义，色摩他、三摩禅那，要不然你讲到这个序文完全不知所云，那我们要解释也麻烦。所以本来出世处才要讲缘结经，后来发现时间不够用，那你不提前讲，讲到这个什么叫做单复圆修，那谁知道啊？对不对？谁看得懂？除非你以前看过缘结经的人、老参的人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接下来叫做四相遣神，遣神就是不见了，我们常讲两眼无神啊。四相，诸位，有一种叫做迷视，意识的是迷视四相；一种叫做迷智四相。迷视的四相就叫做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在这里再强调一次，缘结经讲的四相跟所有的经典包括金刚经完全不同，缘结经讲的四相通通叫做指我相。一，我相
指的是 住着五蕴身，人相由我相推论，第二人称名为人相。什么叫做众生相？由我相第一人称，由人相第二人称，就推论变成众生相。虽然我相、人相、众生相仍然不离我相。最后一个叫做受者相，这个受者相就是最极维系的、维持一起生命的最难破的，叫做受者相。受者相就是所有的众生白天晚上睡觉都一定支持第八意识的果报相分。在这里再讲一清楚，平常修行很好的高僧大德，为什么在临命中的时候有时候看得变成凡夫，病苦一来通通倒，简单讲走得不是很自在，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修行大部分都能突破分别我执还有分别的法执，这个只触及到第六意识，我们这个色身是第八意识变现出来的艺术果报，你必须要到金刚无碍地、佛地才能空掉它。这个空两种解释金刚地、佛地才没有艺术果报，就是才不会落入六道轮回的艺术果报。还有一种，如来得金刚定，所以如来生死自在，他能突破第八意识转大圆镜，变成大圆镜智，他一切的病苦即化不了佛陀。那我们现在的修行最多只能说他法喜第六意识，他用功第六意识，他有一点定力不住着，都限制在第六意识。如果你精通为识，就会发现到第六意识妙观察已经很难，第七意识就更难。第七意识叫做具身的我法二执，它是内心使之不放第八意识的维系意识。具身的我执与生俱来的，具身的法执，他一出生二六十中都被我法二执正昏迷，第六意识已经很难破了。你必须第一个步骤先破能所，就是第一个步骤六根不要攀岩六境，这是第一步功夫。第二步功夫有了不攀岩六根，不攀岩六境妙观察的功夫，你才能触动第二个不功夫生成的我法二执，因为它是内心的。第六意识是眼耳鼻舌身是对境的，第七意识是对内心深处的，所以第六意识能观照放得下，但是那个维系的我法二执就更难断了。接下来第七意识的我法二执跟第八意识的执着又不一样，
第八意识的执着叫做阿陀那识，执着维持生命的一切生命染污的叫做艺术果报，执着这个阿陀那识的执着我们的一切的寿命，这个接下来就一层一层了。好了，第六意识的分别我法二执对境，第七意识的三层的我法二执是对第八意识的三层执着，白天也是第七意识的执着，第八意识的执着，晚上也是一直执着。第七意识的执着是由第八意识变现出来的，第八意识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接下来这个事就变成我法二执，因为迷了就转成第七意识，这个第七意识反过来一直执着第八意识，但是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这执着角度是不一样的，第七意识叫做我法二执，具身我法二执，第六意识叫做分别我法二执，是对境来讲的，第八意识不一样，叫做阿陀那识，这个阿陀那识就是维持一切的生命，跟第七意识的执着是不一样的，在维持这一切的生命，我们晚上睡觉再起来，啊，为什么还活着呢？哎，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第八意识，而有一股力量维持着第八意识，成为阿陀那识。好了，如果我们破除无明，没有不在艺术果报了，法身现前了，这个时候阿陀那识叫做清净无过失，这个时候就随愿律，还是阿陀那识还是存在哦，它是清净的哦，它就佛陀就能借众阿陀那识清净的，然后示现整个法界宇宙，不休息，不休息的阿陀那识不会被磨灭，就是维持他的愿力，所以众生阿赖耶识是染污染净和合，因此我们被业力变现出来的这个色身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而且佛陀是随愿而来的，他破除了无明，没有了艺术果报，全部都是大悲愿力来的，来到娑婆世界就是演一出戏，他要在哪里降生都有办法。所以为什么有人问上人，看了这个高僧大德名气也这么大，看起来见性也非常有修行，为什么临命中出现状况呢？答案就这个，你仅止于第六意识观察，这个第八意识的维系的根深艺术果报突破不了，只要一生病，什么高僧大德送到加护病房通通倒，为什么？那是除了佛以外有这种功夫。所以有的人讲说啊，从这个果报来看他没有修行哦，这个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因为为佛到金刚地可以转艺术果报变成清净的圆满报身了，凡夫没有办法的，凡夫没有办法的，你要转变这个色身它有多难，你不相信你拿一支针自己扎看看，随便一扎啊，
少三个字弥陀佛，你就跟他念一字而已，你最多只能念一个字啊，很痛很痛。为什么？这第八意识很难破啊，根深气界种子，这个是第八意识变现出来的，这个是第八意识。所以你的修行，说他看起来很有修行，平常做人也很慈悲，煞有其事，到临命中病苦一来，倒，没有办法的，除非你转第八意识。好了，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所有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都来自于我相。后面再慢慢的讲，前面这个问题是有人这样问，顺便跟大家回答为什么这大居士，领众的大居士，也能说法的大居士，不只是指法师哦，世代的这些大居士，有修有证的人也大有人在，中国也出了非常了不起的大居士，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有人能生死自在，有的人没有办法突破，不能看临命中那个相，就说他生前做的都没有意义。举个例子来说，穆建莲他的死的时候是被外道用石头砸死的。穆建莲神通第一，你不能用这个角度就说他没有证阿罗汉果，他怎么会得到这种果报呢？所以论这个佛法不能只看表象，如果有那个定力，三昧修苦恨的人容易，再加上般若智慧容易自在，但是不修苦恨的人，拥有般若智慧的人，他的临命中有时候会视现病苦。为什么？因为他般若智慧很深，不过三昧力这个定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第八意识。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个事项，要修行迷失的事项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佛教喜欢善巧方便，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比较快啊！啊，念个大悲咒，就比较快一点，对不对？啊，那再来放生啊，这大家都快啊，出钱大家都这个有功德，啊，大家来是不是、啊？看得到，你要讲到法的东西啊，这跟生死没关系，跟佛教的核心价值没关系啊。他会很惊讶的，有几个人能深度佛教的核心？没有，他就是善巧方便，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了解啊，善巧方便的一定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这个深的东西大家听不懂，用功用不来，只好找那个比较简单的，出钱的呀，诵经啊，助念啊，法会啊，行善啊，造桥铺路，印经典啊，推广如来的正法呀，这个容易。但这个降伏自佛，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要破除这个难，这个难太难。还有更难的，第二个叫做迷智四相，迷智四相叫做执着、
能证所证，能悟所悟，能了所了，能觉所觉。简单讲，迷智四相叫做迷疑证悟了觉，证顿点，悟顿点，了顿点，觉顿点，就是说迷惑疑，用智慧嘛，打破烦恼嘛，觉得我能证所证，虽然是智慧，也是迷啊。我破除了能证所证，就我能悟，哎，有被你所悟，开悟的悟，也是迷疑智慧。好了，我证跟悟我都不执着，我能了之，证跟悟不可得，能了就有能了跟所了。第四个步骤啊，我证悟了，我都不执着，我觉悟了，哎，又执着一个能觉。所觉，这个叫做迷智四相。再讲一遍，迷智四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迷智四相就是证悟了觉，迷疑啊，虽然有智慧还是迷，迷疑能证所证，迷疑能悟所悟，迷疑能了所了，迷疑能觉所觉，这个就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四相浅神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迷失的四相不可得，迷智的四相也不可得。这个就告诉大家修行很难，大家如果不找一点热闹的、方便的，那也没办法吸引这个信徒。但是如果说一直开方便，谁救整个佛教呢？没有把道理杀到究竟义，又如何振兴整个佛教呢？对不对？沿着此岸跑，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对不对？对，也沿着这个善巧方便，一直用善巧方便，你怎么能够到达大波涅槃的彼岸呢？不可能。佛教需要实相义，需要究竟义。好，单复圆修，四相浅神，迷失的四相不见了，迷智的四相也不见了，这个时候就非常好了。达到什么？非觉为具啊，非觉为具就是并不是我们的真觉，真正的圆觉会有抗拒，为具就是抗拒，因为我们的真觉是不增不减不来不去，是圆满的，不是我们的真觉会有抗拒，能所对立，不是的。只要你四病出题，四病就是修禅，会不会生病？会，叫做止、坐、任、灭，这个真不好解释。如来的大圆觉，比如说啊，你妄念很多，我要止住妄念。我停止的止，我要止住妄念，这个叫做禅的病。人是活着，把念头止住，那像什么呀？人一定有念头吗？这个就是修禅的一种病啊，妄想不好。师父 啊，我妄想怎么办？啊，就压下来，压下来，我不要妄想，我不要妄想，哎，那也没办法呀，那妄想一直起来，止就用这个止的，啊，不要想它，压下来，反正就是不要打妄想，那又像死人一样坐在那边呆呆的，对不对？呆呆的，啊，第一种病叫做止，第二种病叫做坐。就是我们刚好
第二十组跟二十一组的对话那一段，那一段就是做，就是拼命的照做，拼命的照做。如果我们不能体会圆觉自性，拼命的照做，都离佛越遥远。我们昨天讲的日中一时，二六时中离佛照做，包括我们当今所有的法会照做。如果我们经教不通，心性不明，我们硬要照做，那个作病就是佛的心出毛病，圆觉的心出毛病。我们一直想用造作的，不知道造作诸法本空，本来就空无自性，本来就是大寂灭，不知道拼了老命一直想去造作，造作出一种东西出来。好啊，有一个人来到文殊讲堂，一个法师，他可能有一点修行，他就这个上人，我在世的时候没有早晚课，没有早晚课，是不是？哎，所以我不参加早晚课。然后跟他讲，就谢谢了，再联络了。好了，那你说我这法师还没有体会到禅的只做任灭，还没证得圆解，是不是？那你说好照做不能成佛，没错，我也了解。好了，那就法师，那怎么办？那就晚上开始睡觉呗。啊，没有早课啊，没有早课就没有一个规矩啊，就起来啊，起来就吃饭哦，是不是？我们这里六点多吃饭吃早餐啊，起来法师也不晓得做什么呗，是不是？还没见性啊，啊，个人就出现很奇怪了，这就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个僧团啊，有一个统一性，所以照做没有能做所做啊，所以我们不是拘泥于一种啊方式修行。所以在圆觉经里面讲，我们照做太强，用纸来对治。哎，我们纸太强，用照做来对治，在没有见性以前，用如幻的智慧破如幻的烦恼。第二种病，禅的第二种病叫做作病。第三种病叫做认啊，既然一切法不可得了，认烦恼起来，不要去对治，来呀、咱们什么都喝，什么坏坏的习惯，虽然没有杀人放火，认病放荡自己当洒脱，行为不受限制，哎，对不对？吃什么戒啊？法法本空啊！吃什么戒？身口意放荡，当作洒脱，总是烦恼那么维系不断，不下一点功夫，任这个妄想，不管它，就把自己以凡滥圣，就把自己当作是圣人。事实上没有正量啊，没有达到圆觉啊。戒也不持，任生灭妄想心一直出现，一直觉得我是圣人，以凡滥圣，这个叫做任病，任习气总之起甚行，不加以克制。接下来叫做灭病，灭病啊，接近有点类似执，就像外道的。哦，我现在受想行识那个想妄想太多了，我像鱼把它冷冻起来，它没有无漏智慧，灭掉妄想，灭掉妄想就是灭掉真如啊，妄想的当下就是真如啊，啊，把妄想全部冷冻起来，就像外道一样到无想天冷冻起来。
灭就是把妄想冷冻起来。可是没有无漏的般若智慧啊，不是连根断烦恼的般若智慧啊，维系的执着还是没有办法哟。所以这外道经过了八万四千劫，哎，烦恼又复活了，又掉到六道轮回，三界的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这条路很危险，很辛苦。修行不修行不对，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非不断，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是非。那迷智也是一样，开始修行也迷惑了，我能证，我能悟，我能了，我能觉悟，一直迷疑。智慧修行也不对呢，因为没人开示，总觉得自己很行，这个叫做迷智事相。好了，四病除体，禅病叫做知、作、认、灭，把妄想通通冰冻起来。四病除体，把这个执着、认、灭通通离开，让它离开了真如之体。这八个字说非觉为寂，四病除体，不是真觉去抗拒违背对立，真觉不会抗拒跟对立的啊。只要执着认灭能够离开我们真如之体，我们圆觉自性就没有毛病，大圆觉心性的花就能够发明开发出来。持就是应持啊，应持法师写这本现在圆觉经序文的叫做持啊，印光大师就叫做光。哎，啊，我会了一个字叫绿，那个字小小的叫小绿绿。哎，我也感觉听得很奇怪。好，哎，应持写这本新闻的法师，这当然是谦虚啦，愿意追随延英大师的幕后，翻过来长中下棋，长120天，中棋100天，下棋80天。在这里再稍微注意一下，比丘的阶下安居，纯粹比丘，左右菩萨的阶下安居，四众都可以。菩萨、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都可以合合做菩萨的阶下安居，这不叫做阶下安居了，叫做长期、中期、下期。长的120天，中期100天，下期80天，能够克念、摄念而加行，克制自己的念头，摄自己的妄念，而加功用恨，叫做加行。别骗护习，那天我们就讲过，色摩他、三摩、禅那，单一修行叫做
别，叫做别，两种加起来叫做片，说单什么他，单三摩，单禅那，啊，片就是交互两种或三种加起来一起修行叫做片。所以我们第一天如果不讲，今天看起来不晓得在讲什么。所以什么他三摩谈禅那，但你修行叫做别修，两种或三种加起来叫做片修，互习相互的学习，意思就是有时候单一别，有时候互相，两种三种，业障惑障而消亡。或许业障惑障就能够消亡。众生的业力是非常可怕的，这业障惑障我们称为四障，或者叫做理障，对道理不懂，迷惑颠倒，或者到我们的身体果报业障现前，那都来不及了。我们的业障惑障能够消亡，就能成就慧身，慧身净极绝片啊，净极绝片。如果我们能够入这个三观圣摩他三摩禅那，达到究竟觉性遍于法界，那么就能够在百千世界佛境现前，是以闻五种名。五种名，诸位，这五种名你们翻开后半部的第一页，序文总共有四页，一下子就看完了。倒数第二行，此经共有五名，乃是如来经口亲自命名。那五种名呢？一，大方广圆觉陀罗尼，这本经又叫做修多罗了义，圆觉经又叫做秘密王三昧，圆觉经又叫做如来决定境界，圆觉经又叫做如来藏自性差别。好，简单看一下，时间到我们再来解释，叫做五名。听到这部经典有五种的命名，这个善根都不得了，超差宝师父，超越你用啊三千大千世界，差宝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超过你用三千大千世界啊，饮食医药卧具布施给三宝。你只要听到圆觉经这五种命题，就超过三千大千世界啊的布施师父。因为师父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叫做痴父，圆觉经的说半句意，说半句的义理，因为它能令众生解脱，就胜过恒河沙妙门，因为它是最究竟的法门。实有无法不耻，因为这个圆觉经正因为包括一切的法都包括在里面啊，我们再五分钟啊，无机不披，没有根器不被加倍的，就像善财不出道场，就像华严经里面的善财没有离开道场，
就能遍历百乘之法。就算海，就像有着海床，海床是个比丘，他修的是般若波罗蜜三昧光明法门，这是海床比丘，因为他修的是般若波罗蜜三昧光明法门，常明即定，就是一直明和三昧的正定。就说哦，如果你听这部圆觉经，就是二六十中，就像海床华严经讲的海床比丘修般若波罗蜜三昧光明法门，常常在定中，常常明和佛的极定。如果有了三昧，广开佛事之门，广开佛事之门，圆觉中通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呢，这圆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圆觉中，能够通达第一地，圆觉中通第一地也通达。有一天我们大悟见性了，而怎么能够去假他人之求，我们不必假借别人而求，我们只要回光返照当下内证而应，须自觉。师父一再强调，修行身心不可取代，我只能给你真上言。关于你要不要改个性，关于你要不要破无明，关于你要不要证得解脱，我就没有那个能力跟能耐，只能启发大家的法。所以内证而应许自觉，这个就告诉你修行别人没有办法取代，但是主只要我们通达圆觉，是冰寒水，就是冰就是固执不化，就像一切众生的执着如冰，但是内部是寒水的圆觉自性。这意思就是说，众生是刚强难化，执着如冰，但是你不要放弃，你要有这个耐性。通常要有耐性只有佛，有时候在度众生，我这个耐性快被他的无明执着之性快磨光了，我还没有磨出他的佛性，我这个耐性就快用完了。真的不骗你的，有时候就哦好累，真的，因为我们用的是佛心，但是时间不够啊，是不是？那有时候没有办法呀，上人来合个影，合个影，好了，师父讲经下来已经很累很辛苦了。好，人家从天津来，从哈尔滨来，合不合影啊？人家要合个影，这样不行吗？行。所以我常感叹，就是说哦，这度众生我们是有这个愿力了，但是实在没有这个体力。这个奶奶团体造完了，来咱俩合个影。那来的时候那个在教就是领导这么不守规矩，去去去，对不对？逃什么？不知道法师的辛苦吗？那些继续，哎，这很听话，就赶过，哎，就跑到流通出去了，没有半个了。那在教技师领导就跟师父讲：“好了，通通走光，来，咱合个影。来，咱俩合个影，来，鱼龙赶光了了啊，全部赶走了。
啊、哦，原来刚才前不久的这样，还长两喝个羊，啊，就来嘛，对不对？好了，要上来的时候，又来一团武汉的，啊，本来照相是这样子的，接下来第二团，好，又要上去，上人要休息了，对不对？哎，人生有三大吉，逆吉是十万火吉。对不对啊？又来一团，就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啊，快点，快点，快点，对不对？哎，实在是内很急了，是不是？上人，我们刚刚来啊，是不是？好了，所以，哎呀，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就已经没有办法立出规矩，也这个也没有办法去规定。什么时间来拜访不来拜访，所以就是说哦，菩萨发心很好，但是没有那么大体力哦，是不是？所以士兵寒水就是执着的众生，你不要放弃，因为它里面有圆觉自性。所以学佛的第一步你一定要有柔软心，融通后而其有繁盛等殊，只要你能融通圆觉，每个人都有光明的圆觉自性，哪里有繁盛等殊有什么差别呢？就像金与环，就像金子打造出来的手环、耳环，印度还有鼻环的，印度还有鼻环的哦，还有耳环的哦。还有那个蛇环的那个年轻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贯穿一个蛇环，不知道为什么。哎，好啦，金跟金打造的手环、耳环等等，辗转而更无佛身差别矣。辗转就是体用差别，体是相同的，现在辗转出来的业力，就像金子辗转出来的手环、耳环，虽然形状不同，都是金子，虽然它是众生，可是也有圆觉自性，只是体还没有被发现，辗转而更无佛身差别，也没有所谓众生，也没有所谓佛的差别了。公元1952中东啊，1952，我刚好差一年，我1953出生的中东，写这本序文的第二年，我就诞生于娑婆世界。这开玩笑的啊，我怕你们睡着了。哎，我这个诞生是完蛋的蛋。好了，公元1952中东。莲花老人，莲花就是禅宗，精通禅宗心法的微笑，莲花微笑，莲花老人就是禅宗精通心法的，叫做莲花老人，莲花微笑的老人，当然就是自己谦卑的自己的称呼，叫做应持，这是应持法师，这是很有名的，非常有名的法师，紧转啊，紧转就是对严英大师啊背极的推崇，写这本啊《严觉经》的讲义，是不是？那有些人要请我写序文，但是我们也不了解他，这就表示认同哦，是不是？表示认同。所以写这个序文啊，要给人家写序文是要很小心的，所以因为啊我时间有限，大部分呢我都没有写序文，对不对？如果是啊比较熟悉的啊，比如说啊我们认识的，就写个发菩提心啊，对不对？哎，发菩提心这样就好了啊。写这个序文就是一种推崇、赞叹、认同跟肯定。好，那么我们这个圆觉经啊，今天
啊，就到一个段落。愿以此功德，底下师父念啊，消灾在座诸位法师，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大德，回向文殊讲堂消灾点灯及亡灵牌位八度者，回向南投养德参事那古他一切亡灵，回向花莲佛心寺那古他一切亡灵，回向台南菩提寺那古他一切亡灵，一起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接下来念：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明天要继续上课啊，知道吗？哦，明天继续上课。好，下课。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